记者简廷宇综合报道。日本与塞内加尔之战中，原本坐在替补席的本田圭佑上场六分钟就进球，关键一球成功逼和塞内加尔之外，也让他成为世界杯首位踢进四球的亚洲球员，并在他的世界杯生涯中获得四球三助攻的成绩，堪称为亚洲版 C 罗，成为最神的板凳球员。在比赛中进球后的本田跟队友庆祝入球，同时做出敬礼动作，搞笑的表情成为亮点，瞬间被网友疯狂转传 P 图，无论是压扁、拉阔或改成名画呐喊都很逗趣。也有网友特地将本田的敬礼动作做成日式便当，为本田圭佑加油。而这类球技与个人魅力都破表的本田圭佑在赛后表示，没有胜利的决心及欲望，就不会有机会。就是这武士般的精神，才能带领日本队成为本届世界杯表现最亮眼的亚洲球队。